你这人是怎么回事？路口还敢加速超车，不要命了吗？美女，我看你长得挺漂亮的，要不要加个联系方式，我请你去喝一杯。你这人有病吧，疯狂撞击我们的车子，难道就是为了要个联系方式？对啊，刚刚在街口的时候我就被你美丽的容颜折服，所以想追求你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滚你个登徒子，我对你不感兴趣，请你立刻赔偿我们的车子。别那么绝情啊美女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只要你能答应跟我处，我保证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。兄弟，你如果识相的话就不要再继续纠缠，否则对你没好处。哟呵，还敢威胁我，我就纠缠了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开一辆破兰博基尼你转什么？惹恼了我照样给你砸成废铁。我去，你开个大众敢扬言要砸兰博基尼，真不知道是谁给你这么大的勇气。谁给的？当然是天王老子给的，有本事你咬我。小崽子，我劝你最好识相点，这位力哥可是我们这个骗局的扛把子，如果你把他惹急眼了，保证没你的好果子吃。叶峰哥哥，看样子他们好像是这里的地头蛇，要不然我们先走吧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行，走吧。站住，我说让你们走了吗？车子都不用你赔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不想怎么样，你可以离开，但女人必须给我留下。对，把女人给我们老大留下，你可以滚蛋。力哥是吧？扛把子是吧？让我滚是吧？把女人给你留下是吧？开个破大众真他喵的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。臭小子，你敢打我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，还愣着干嘛？给我上。你敢打我大哥，我跟你拼了。来来来，我看看你还有多大的能耐。大哥别打了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你们走吧。走，往哪走？本来我不打算跟你计较，可你这个家伙欺人太甚，今天如果不给你个教训，你恐怕更得无法无天。大哥，打你也打了，骂你也骂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把我的车子给我修好，不然我就抽死你。好好好，大哥说个数，我们赔，我们赔。具体维修价格我也不太清楚，等保险公司的人来算吧。你好叶先生，刚刚我们已经对车辆进行了全面检查，发现后保险杠有明显的断裂痕迹，根本无法修复，可能需要更换配件。你直接说需要多少钱就行了，我们这边无责。大哥，我知道你这是辆跑车，你看要不然我赔你10万块，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吧。10万块，呵呵，恐怕10个10万块都不够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就一个后保险杠而已，还能价值100万不成？对，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叶先生的这辆车可不是一般的兰博基尼，它是由兰博基尼总部耗时20年才打造出来的顶级跑车，不但有防弹效果，还增加了200多项黑科技，所以说光是这辆车就价值2700万。如果要更换后保险杠的话，那就必须运回总部重新定制配件，来回所需的费用少说也得800万起步。大哥，不，大爷，你就是把我卖了也不值800万啊，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，您看能不能放我一马？放过你，刚才你放过我了吗？是你让我留下来的对吧？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今天是不是就让你得逞了？那你想怎样？杀人也不过头点地吧，把我逼急了就给你来个鱼死网破。有本事你就来啊，有这个闲工夫还是赶紧回家卖房子吧，不然我会委托最好的律师起诉你，让你去蹲几年的小黑屋。完了完了，今天算是栽了，妈呀，谁来救救我？你好叶先生，您看您的车子可能要被拖走维修，要不要我派车把你和这位小姐送回去？不用这么麻烦了，我们住的离这里不远，走着回去就行了。好的，叶先生慢走。叶峰，既然都到楼下了，要不然上去坐坐，我下面给你吃。这不太好吧？胆小鬼，我都不怕你，怕什么？快走。我去，不是说好下面给我吃的吗？为什么要让我下面给你吃？果然漂亮女人的话都不能信。